大家说一件好消息，就是我加布了 B 布，还要请大家多多支持了。谢谢你对我从不保留，切的温柔是放开的手，当我想要飞走，你点点头，相信着我青春，这样时速几百公里离开了我，能说出口。谢谢你对我从不保留，切的温柔放开的手，当我想要飞走，你的微笑也洒破天空未来。大家晚上好，你加我。对啊，今天荧幕怎么那么雾？是因为镜头吗？爱我会我要跟大家说，单细胞晚安，子阳晚安，泰德晚安，天天晚安，天天居然了，看我，日风晚安，超棒的，大家晚安。我今天是走，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件事，就是我今天跟李彩杰出去，所以呢，我今天跟李彩杰出去，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跟李彩杰出去的时候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你们听出来了？对啊，我们今天去约会。没有迷路。You may not make it, you need not make it。有没有人怀念这首歌？羡慕决心，九蛋你要来握我了，谢谢一张卷。我知道戴帽子好看。截图时间没有了，谢谢两光，嘿嘿，好闪，好像有光给，你表情他还有讲吗？我跟你们讲。对啊，我要宣传一波。苦味羊奶晚安，你好啊，又见面喽。你是我没有好吗？你是韩寒对我做什么？我把卷填完成交付，尴尬。好吧，没关系。韩寒还没直播，知道吗？兔兔讲晚安，晚上好，兔兔讲。今天交付都不选，对我今天也要来宣传我的交付，而且。大家还记得我有答应你们说，如果加开了第二步，我要做什么事吗？大家还记得吗？cover 打鼓，对啊。其实原本是说红莲花，可是我后来想了想，我觉得还是换别的时候好了，因为感觉大家好像，感觉就是我觉得如果要 cover 的话，我觉得我还是 cover TTP 的好了。算 TTP 的豆油阿华晚安。我觉得要 cover 还是 cover TTP 的好了。我的想法。泡芙大叔晚安，你好呀泡芙大叔，我昨天才吃了一颗泡芙，朋友的，好期待。所以呢，因为出了第二部，所以会 cover TTP 的一首歌，大家可以敬请期待，猜猜看是什么歌呢？我用爵士鼓，我现在已经开始练了。对，虽然不多，但我也先对大家，请踊跃的填数字，那个我的 B 部，就是其实说真的，就是能满，就是第一步能够满，已经是就是一开始是我想都不敢想，可是我一直希望就是一定可以的，所以这次的事情让我学到，就是让我学到，就是我要相信自己，还有相信大家。真的喜欢你们，真的很爱你们，就是以你们为傲，我的同心粉们，谢谢大家。那能够出现到 B 部，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事情。
真的很谢谢各位同行粉，那 B 部也麻烦大家了，希望 B 部能够尽早日出现数字，如果能早日出现数字的话，我会很开心的。大家加油！这次让我学到的事情就是，我要更相信自己，还有相信我的通心粉们，真的很以你们为傲 ，Proud of you， 真的很谢谢大家，很感谢。大家我会精神支持的，依依晚安。那我觉得我这次能够加到 B， 真的喵喵晚上好。没有啦，我只是说，但还是以你们的经济为考量，可是希望可以实现数字。这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觉得我2020年的时候，我的一个目标好像都慢慢的在完成，是吧 ？Rookie 晚上好，我刚才讲很感人的话，你竟然错过了。我的经济没关系，你不用勉强了，依依要乖乖上课。各位姐姐，我知道，真的以你们为傲，而且一定好事。没有，是讲感谢的话，超替你开心。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2020年的目标好像一个都在实现。那么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希望接下来能够上选拔。我有看到怀怀的现实动态，怀怀有表我。哥俩，坤坤晚安，坤坤晚上好。我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家里微笑小香香，怎么爱播？加油 ，Jesse 加油！就是大家有发现我在喊，也很可爱哦。谢谢 Apple， 我现在已经会，对，我要加油，加油 ，Jesse 冲啊！也希望各位通心粉们跟我一起往前冲 ，Go Go Go！然后带着这股气势继续往前，然后再来，哈哈哈哈，可爱，谢谢 ZKU， 也谢谢你，谢谢大家。我觉得 ZKU 大大是又打 ZKU 是一个那个做影片还有很多那个很厉害的大大，就是我有看到他帮我做一个唱歌的影片，我觉得旁边的那个特效就是那个。我觉得很厉害，怀怀晚上好，我有看到你的恭喜了，谢谢你。2020也要继续完成目标，各种目标。然后对于握手会的下一个目标是出现数字。对，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我的通心粉们，就是大家可以陪我一起完成各式各样的目标。但我发现其实我今年的目标是出现，其实我原本的目标是出现数字，还有加布其实是。加布其实是我有点没有自信的讲，就是满布还有那个，就是我其实讲心里想还是会有点小小怕怕，但我现在可以很有自信说，耶，出第二步了。我在讲什么？反正我就是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下一个目标就是出现数字，还有选拔，冲啊冲啊，不用怕。对啊，我要更相信自己，还有同心粉们，真的很谢谢你们，我超级无敌，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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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大家感受到我的亢奋，我真的超嗨，耶！何恩晚安，我只买了七张专辑啊，我也想解析，嗯，没关系，我们可以。想要有决心冲冲 CD，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谢谢小雨的告白气球，真的很亢奋，对吧？亢奋得死，亢奋得死！依旧晚安，牛排晚安，大家晚上
扯到为主播去了，谢谢切尔登，谢谢切尔登，谢谢你的支持。今晚上点吧，对，希望我可以带着这股气势逐渐往上冲，希望可以带着这股气势逐渐往上加油。然后发现其实2020也才过一个月多，我发现我好像就慢慢在往上的，我有变可爱吧。对，我今年的目标也是变越来越可爱，越来越漂亮，就是越来越就是比较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请你自己讲。就是等待前些了，没关系，坏坏，你这样努力开发结果，夢は汗の中に少しずつ咲いてゆく花、その努力。男，帅真的，不帅吗？ I just wanna know, baby, why you gonna go? 我们之前太多的，我舍不得放手，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很可爱，真的。Yeah, Rookie, 爱你哦。爱情，所以今年的生日让我不要，今年的生日让我不要浪费在不太对，希望今年的生日，我跟你讲什么，今年的生日量就不要浪费在长高，对吧、啊？我发现我好像就都没有长高 ，Micon 都越来越优秀，我要越来越优秀，成为你们值得骄傲的偶像，更值得骄傲。就是我希望可以成为这一路，就是照这股气势慢慢往前冲，冲刺 Go！ 你要更大的梦想，值得你是。当然，我还有更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我可以厉害到就是大家都听过我的音乐，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现在那么可爱，最好看到历史。单细胞。你都是我们的骄傲啊，我知道，但是我要成为就是更加值得骄傲的。简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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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以为你刚刚长高4公分，这有点不切实际，这有点不切，长高四公分超难，拜托，我觉得这辈子能够完成，这已经变我毕生的梦想。嗯，为什么要打自己？手推你，我竟然是意义的手推，我非常，我很开心。那意义后面要不要加通心？如果可以加的话，我会很开心的。只听了 Unix C 就好了。Unix C， 谢老蔡掌声鼓励。等一下，傻眼爆单，你们看一看单，你们不要给我点进去单细胞头贴哦，这是 Hello， 这是在丑 Hello， 天啊，他是谁啊？他是谁啊？不认识，我不认识，哦，不认识，他是谁啊？戴眼镜 ，Oh my god， 他比那恐龙姿势，是因为恐龙吗？他根本就是在，好，不是很懂，对。在瞅他咯，我也不认识，对，我不认识他是谁，对啊，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不要，哎呀，大家不要点进去。You are， 大家真正听过吗？我的头贴正常给我看，哪里正常？我以为叫旺旺仙贝，大家点进去就很多，对啊，我以前是眼镜妹，大家有看到我之前。我之前那个，你要什么？我之前的直播我在回顾我之前的照片，超丑。刚进来前才在听，还以为是音乐，真的假的？我们竟然在听同一首歌，是泰妍的歌，叫《You Are》，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节目邀约的钱我都经历了，谢谢依依。依依现在就是要好好读书，乖乖读书。超坏，拜托，卡住了。我要换小时候的解析，哎，挂了。我想起是台湾黑历史，哎，天啊！啊！共同天是我的素颜吗？超丑，还围那种围巾 ，Oh my god， 超丑，那个围巾在 ，Hello， 那围巾脸色超丑，哎。我也无法接受，而且后面门还是关的，是怎样？就是我门是开的，看那个这个纹哦，看起来超老。Oh my god， 丑到一个爆炸！难道十四岁？哦，十四岁我是在丑哈喽？你看这，对吧？超丑，不行！我叫了那么强，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丑啊、哦！请看现在的我。请看看现在的我，真的是丑哈喽，超丑，不行，我觉得很不 OK， 但是还好，还有更丑的，小小鸟啊，哎、欸，不是，我就看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真的假的？我知道了，就是之前浪 life， 我觉得可以，哦，但是更能选你有多可爱，三 G 把我嘴真甜，但我有点小小的心动。嘴那么甜干嘛？嘴太甜了。瑶，晚安，午安，欢迎回来，午安，安安。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都干了什么事情。还是要、哎、哭的哎，不要，我哭很丑哎，我哭很丑，不要，我哭超丑。你敢放出来，我就跟你生气，我就跟你拼命。感受到我生气的眼神吗？小丑爆炸头，好笑！天啊！哈哈！突然我想到那个之前的例子，就是我之前 showroom 的时候，我以前 TP 的时候，然后我有带爆炸头直播，超丑。小雨晚安，主播晚上好，晚安小雨，你好啊，我现在在分享我的日常生活。好，我要跟大家说，我今天跟李彩杰去做了什么事情。谢谢麻雀 kiss 啾啾，那谢谢麻雀的 kiss 啾啾。好啊，来分享我今天做，哎，我这句话讲超多遍，我说我今天来分享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呢。我今天跟李彩杰去吃饭，我们今天去假奔，我们今天去约会，然后一起去拍了拍贴机。虽然因为我们两个太强，所以照片很好笑，而且我们身高差超高，就是差很多。咪咪晚上好，咪咪晚安，咪咪这次握手会，那个会来 B 部吗？如果要来，如果会来的话，请务必跟我说。然后现在每次主题都要超过十点。拍机那个是每个人眼睛都大，大家每个人大不行。哎，我们今天素颜去拍照，拍机都快认不出人了，还真搞笑啊！就很好笑，就是我们差超多，就是韩寒超高，然后我很矮这样。哭唇，哎、欸，是没有，你知道拍贴机就是素颜去拍，就完全看不出是拍那个素颜的样子。没有，买不到了，是说那个专那个唱片。嗯，好想见到米米哦，没想到米米竟然不会来，那我们下次希望可以见面，下次一定要来找我哦，米米。我用我小到短到不行的小拇指跟你
发誓，不，跟跟你打勾勾。那我们现在隔了一张荧幕的距离，要来找我哦，你。对，我跟丽台姐差15公分，然后那张照片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身高差的还蛮好笑，只能下次了，要来找我哦。你会记得的，我知道你最近都有来看到我，按到冲出去，欢迎回来。不是因为李彩姐太高，因为然后李彩姐觉得不是我的问题，是林杰星太矮。你当然大家都看过了，拜托女团的背后，这次还是有机会了。LCD 啊，真的吗，咪咪？那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见面。还在的，我没有再去新竹公园翻翻 CD 好了，希望可以在 B 部看见他。然后林杰星，这有点太低，我可以清唱，可是这个好像很多。你要的承诺都把回话成空。等一下哦，我找个歌词，久未久应该还会有，希望可以见面。爱哒嘎哒，爱哒嘎哒，爱哒嘎哒 ，yes。爱哒嘎哒，爱哒嘎哒，爱哒嘎哒 ，yes。好想你。哒哒哒哒。天啊，好想见你！这首歌好久没跳了。声音第二步有想要穿那种服装吗？我还没有想到。你可以找女生跳吧，我要找一下歌词，等我一下。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我只说你要的全拿走，认懂。感觉有难度啊，他跟武金姐。我跟大家宣传我先写，但在这之前我先唱歌。可以表现性感觉醒吗？哦，大家好，好像没有看大家看过性感的我。嘿，我找到歌词了，大家挑战吧。听说这首副歌很高难度，让我来看看。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歌，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无必再为你强求。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后面我就不会唱了，完了，我好像对这首歌不是很熟。好啦，听歌。那你就怕，我觉得我好像无法性感，就是性感好像不是我的风格。什么歌呢？嘟嘟嘟，我快想象。嗯呢，发声写，大家有香菇晚上好，我有看到你的祝福了，谢谢你，真的很谢谢香菇。反正我今天一直吐舌头，不知道为什么。卡丘晚安。性感的话，试试看露肩的衣服。哎，我觉得我好像跟性感的衣服沾不上什么，就我觉得我是一个性感不起来的，但我想尝试。性感觉得在这个，可能要等我大学是这样吗？大学有一点女人味。高热会散热。柯基吗？哦，露肩，刘海往上梳，肯定可以很帅。但我可以很帅，拜托。我还是有帅的时候的。来一首帅的歌来出现我很帅的事。然后看看帅哥。
帅的歌，帅的歌我找找，有没有什么帅的歌？帅的歌，帅的歌，有没有什么帅的歌推荐？可以偷偷打扮，你觉得可以？哎、欸，刚才对啊，是郑业中，知道吗？哟，让我找找帅的歌。River，AKB48，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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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Got it。好看，还在清唱的 demo demo の涙。こんなに会いたくても，我找找看。demo demo の涙。demo demo。どうだんと。demo demo demo。あ。大上文选一首，那不算情歌，那不算情。心黑流星，晚安，晚黑流星。好吧，那我找一首有 rap 的歌。好，我找到摇滚的，摇滚的应该算帅吧。对对对对，只要你觉得帅就好。那我，好找找，一刀一刀，心声，嘿，好。这首歌，国阳呢？欢迎回来，怎么滑出去了呢？唱什么？对啊。努力的，无知的，没有方向，还是要启程。只有人放，有人在。背着青春的未来不被祝福，那又如何？直到尽头的末班车，我要放荡不羁的爱，不后悔也不怕失败，证明曾经我的存在。I know very well never die， 我要放荡不羁的爱。回首来，我的存在。I know very well never die， we will never die。Yeah， 不心声，不心声，只想把音乐放到最大声，感觉这都是爱的人。I'm gonna live always fighting for life。 Hello， 耀多，晚上好。今天是放法的我，对啊，好久不见。我要放荡不羁的爱，不怕失败，证明曾经我的存在。I know it's very well never die。 我要放荡不羁的爱，在人生不会重来。证明曾经我的存在。 I know spirit will never die， we will never die。 哒哒哒哒哒，下一个音，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
我要放纵不期待，不后悔也不怕失败，证明曾经我的存在。 I know the spirit will never die。 我要放纵不期待，反正人生不会重来，证明曾经我的存在。 I know the spirit will never die。We will never die. Never die. 刷一波，好，唱一首歌这样。Yo yo yo， 是的，今天是唱一首歌。欢迎回来，咪咪啪啪。要多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那个，今天不知道是一点半吗？今天呢播到我一样不甘心，下一次人匆匆离去，泪水因你擦去，自由的心脏都了不起，看你眼色细，听你爱的歌，我真的走能离开过车，怪自己是凡人无能为力，才如此想你。晚上好，晚安春品，等回来好，望你回来啊啊，我只希望你回来啊啊，要看着我实现不切实际的诺言，怎能不告而别。阿文，真的吗？我看刚刚有走掉一些人。我说我看，小野中晚安，晚上好。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跟韩寒出去做了什么，不然我好像一直都忘记讲。就是呢，我跟韩寒去做了什么事？医用口罩。对啊，我最近都戴医用口罩。我之前是戴黑色的，但是那种没用。对，跟对啊，我都还没有讲，我今天要跟韩寒出去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今天跟韩寒出去玩，我们去吃了晚餐。谢谢小野张爱玫瑰，谢谢米酒的酒医用口罩。真的讲了半多小时，这我知道是怎样。但口罩比蓝色的，对啊，你知道吗？之前是大家拿着口罩去抢钱，戴着口罩去抢钱，现在大家拿着钱去抢口罩。我们出去玩那么久，我们出去玩那么久，对啊。你最爱的那一首情歌，按着舞，谢谢老沙，哎，谢谢，这是尼哥送的吗？谢谢尼哥的口罩，我今天变那个防毒面具。看着我视线，这特效蛮好笑的。好啦，我要来说我跟韩做了啥，这还很有时事，拜托。为什么没看到口罩？不知道哎、欸。I don't wanna say goodbye。我今天跟韩寒去吃了饭，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超好笑，因为我们谢谢Lingo的口罩，谢谢Lingo，Lingo晚上好，我刚才发现原来Lingo在这，你好啊Lingo，很喜欢看Lingo拍的照片，忘了说第二次了，好啦，就是我们今天都很懒，那我们不约而同的都只化了一个妆出门，我只化了眼线，然后你差点只画眉毛。我们就这样戴着口罩在街道上闯荡，我们跑去吃牛排，然后我跟你们说，就是牛排，就是那间牛排最好吃的是它的酥皮牛排，就是
其实我是一个不怎么喝酥皮浓汤，因为我觉得我吃牛排的时候，我吃牛排一下就饱了，因为我之前都会点面，但我现在会面换蛋，所以我很容易饿。可以把的照片省略，我只喜欢什么的照片。我又没看。佩森晚安，我什么？截到此。对啊，我觉得酥皮浓汤就是真的蛮好喝，就是我以前吃牛排的时候我都不喜欢。哎 ，Big Live 晚安，啤酒欢迎回来。今天本来就容易饿，没有啦，我现在是面换蛋。去吃夜市，夜市，可是它的酥皮浓汤非常好吃，就是它的面包，它的面皮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然后我就很爱那间的酥皮浓汤，对啊，那间超好吃。我家更新有点冰箱，好，我还没有，是因为我没有更新吗？真真欢迎回来，现在好喝。安娜姐姐晚上好。安娜姐姐晚安，我要送你一个 wink， 但你离不开这里。安娜姐姐现在都那个分，现在都滴滴，不对，安娜姐姐本来就是滴滴。好，我要继续来讲，就是我晚点跟亲爱的心，就是我跟海兰去吃牛排，就我们去吃牛排的时候，然后我们不要看看，是说酥皮都能。酥皮浓汤加番茄酱嘛，其实，等下还是说那个牛排，我牛排我是喜欢加双酱，就是黑胡椒跟那个蘑菇酱。就我小时候有听过一句话，就是小朋友吃牛排都加蘑菇酱，所以我有一阵子就很讨厌加蘑菇酱，但因为我觉得黑胡椒太辣，需要蘑菇酱综合，所以我就还是加蘑菇双酱，我就是双酱。怎么讲？引战，对啊，这是引战问题。我都吃五分熟，也就跟杰森一样，我也喜欢杰森，我也喜欢你，嘿嘿。小孩子都假讲错，黑胡椒，对啊，黑胡椒太刺激了，就是我需要综合一下。我只加盐，真的啊！加盐我也喜欢加盐。哎，对，我都忘了加盐这选项。我就是吃那种高级牛排，它旁边放盐的时候我才会蘸。但我也很喜欢加盐的牛排，就是那个我妈，就是我家人做牛排的时候，他们也喜欢加盐。就因为家里的蘑菇酱很冰，所以我就不喜欢那个家里的蘑菇酱，我就加盐。加盐也很好吃。就真的小树苗。大人都吃，厉害！大人都吃什么？你们怎么吃啊？小点小点面条吗？喜欢泡面面啊？你说那种焦焦的面吗？我喜欢。可是我现在，其实我面条我喜欢吃那种贵族世家的面，就是那种比较粗的那种乌龙面嘛的那种面条。我不喜欢那种细细的面。贵才敢吃，真的假的？夜市还不看人。不死鸟，屁孩的歌。喜欢吧，键盘上的赞，穿的漂亮。换一首歌好了。听屁孩就是要听这首啊。像大家有听到，大家应该谢谢我，谢谢草莓奖的红包，谢谢草莓奖。我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AKB48TV 的林杰星，林杰星。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唱歌，大家可以去我的 IG 上发了我的唱歌的影片。我还有吃成功牛排。巴嗒巴嗒的人，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眼泪总是，泪总是巴嗒巴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嗒巴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嗒巴嗒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眼泪都是啪啦啪啦的流，咕噜咕噜咕噜喝着酒。
消失，怎么就决定上前决定下了手，这套路太轻松，太轻松，当个英雄不轻松，空荡荡你还啪嗒啪嗒的说这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我以前去新闻看那对啊600多好贵哦，看电影手速跳起来，第一声咚，对，你这样我花钱还花心，他说他会尊重，第一声眼泪不停留，给我哭泣啪啦丢，你那刚好是同心粉，同心粉推我，哎，你们知道吗？我今天在看 Foodpanda 的时候，我看到千层面，然后我一直很想吃，可是我上网查之后发现千层面的那个千层面的热量很高，而且它的淀粉很程度很高，所以我都不敢吃。可是我一直很想吃千层面，就之前你们知道有那个加菲猫那部电视那部动画吗？就是里面加菲猫是很喜欢吃千层面，然后我一直很想说千层面到底是有多好吃，让加菲猫那么爱，那我就想说我也想吃吃看，所以但是我还是没有吃过。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歌词跑了，他是猫，加菲猫，哪个加菲猫那么胖，不行腿啊，不行不行，对，我要来唱这首歌，感觉很有趣，挑战一波，嘿，感觉有趣。啊，所以我很想吃吃看千层面，就它的淀粉成分好像很多，对啊，重点不要说热量母汤，所以我不太敢吃。卤蛋太罪恶，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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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眼泪又巴拉巴拉的流，咕噜噜噜噜又喝着酒，他看着他一下心就暖了，就决定上前决定下了手，就让他经手，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爱情在顶总第一周看天，他好跟晚安一三周聊到天明，满天星他觉得你还是他甜蜜，外面人凶，小明才得到他的恩宠，让我花钱还花心，他说他会尊重，眼泪不停留，给我哭泣巴拉的，可是跳桥边，比如这只吗？没有，真的没有。柏林太强了，他还会即兴。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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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哦，那时候跟我姐姐讲，知道了，谢谢大家。我在开直播的时候，有感谢大家过来。等会有没有空，他说还在找，我要跟他去吃，也让我吃遍，哎，我真的很想吃千层面，怎么办？我要不要来挑战明天灰人，谢谢灰人，明天再等一下再来讲一次感谢的话好了。我客气的时候握手会其实很，哎，其实我有考虑过帅气解析，其实我觉得我的风格就是我可以帅也可以可爱，但是我好像不可以性感，眼泪总是啪嗒啪嗒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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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在嗨什么？
让可能好像太郎晚上好，空巴娃，他又每次弹钢琴，我也是这样想。对了，大家，就是我的歌词已经写完了，所以大家会期待我在 IG 上 po 出我写的歌吗？就是我前阵子给大家听的。空巴娃，空巴娃。然后啊，所以呢，那首歌的 demo 我预计下个月会发在 IG 上。嗯，可以啊，当然叫我唱，我当然会唱。那小星星一起来，对啊，嘿嘿嘿，没有名字。我给李彩杰听，他说很好听，他说你赶快放在 IG 上面。胖子，晚安晚安，米娜晚安。Hello, Mi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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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哇，我仓鼠，对啊，仓鼠晚安。你知道我今天跟李彩杰是玩那个拍贴，然后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李彩杰他放他的那个表情超像 Mina， 所以我就说，他就说哦，这张他觉得他表情就是因为他没有看镜头，他觉得很不 OK。可是我觉得天啊，这张很像仓鼠哎，就是仓鼠，你说 Mina 吗？我觉得蛮像，就是很可爱。我觉得很像，可爱仓鼠晚安，米娜晚安。他没看到米娜查水表，笑死！米娜来查水表，想看图，好、啊，我可以去。还有，你是说哦？对，我跟你们说，我之前跟米娜还有佳丽、泰尔，然后面面，然后还有彩杰，我们几个还有柏林，我们有一直拍张拍贴，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那个版图。就是版型，就是拍照的版型，超级无敌像绿草地。然后我们就是站在中间，然后我在中间这样，然后就很像绿草地。然后我在拍照的时候，就是我就因为我不小心眨眼，然后他们就说：“哦，林杰，你给我眨眼啦。”然后这张照片其实远看就是我眨眼，然后大家在旁边这样子，然后我在中间这样，然后远看是这样，然后感觉很像一张专辑封面，就是天哪，这根本就绿草地的奇迹啊！就大家都觉得很完美，很完美。可是，一当那张照片放大之后，就会发现我的眼睛好像闭一半，就是没有闭，完全闭，就是很好笑，就是他我的眼睛是这样，我来示范一下，这样，就超好笑，这样，超级有点白痴，就是放大看，就是把远看是一张非常完美的，不好吧？哎，哪有？虽然那张照片，对啊，其实我的超好笑。就是我在中间讲，很像那个神明，超好笑。我找一下有没有，我觉得那样超好笑。追一期，是个落的过去，伊哪会记得你，在哪里？我看我有没有备份，应该很难拍，眼睛这样照，超小白兔，真的很傻眼。我觉得米娜应该是超傻眼，我觉得大家都很傻眼。这张照片其实远看是一张非常非常完美的照片，但是被我破坏 ，sorry， 被我破坏咯。哎呦哎，等我一下，什么时候拍？是二日？哎，不对，没有。好，我找找看。忘了。别再犹豫昨天，还有什么悲伤？哈哈，让我找找。快乐是片大海，我是飞翔的翅膀，要自由，要寻找。微笑到人生很大的好的好的好不起带情感 sorry 因为我觉得那张照片蛮好笑的、欸、我很想给大家看、欸、我想大家会想看吗？这样我就要 airdrop 到我的那个电脑里面，我要 drop 到我的电脑，是好吧？谢华的小帅好想看啊，那我要先把那张照片炸到我的电脑上，哈哈。
我真的觉得超好笑，拜托。哒哒哒哒哒哒，爱存在，跳起来！那大家懂，我等一下会那个，你可以发 IG。好啊，其实我会发 IG， 但是不到时候，其实应该是在，其实呢，我有放在那个我开学开工的鼓励那支影片里面，可是因为开学延后，所以那支影片我也会延后发，所以就又会晚看到了。太影响，真的假的？美丽新世界吗？最近你的情歌有插入这首？看见身边，感动一个一个世界。那其他人已经发，那其他已经什么？其他有人发吗？应该还没有人发吧，好像还没有人发，不然你们也不会不知道。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哎，我找一下，哎，我的 LINE 竟然有开，哎，那我看一下我的聊天记录里。期待君が泣くの、まだ僕も泣いていないのに。自分より悲しむから。有欸，好笑。保存期限过期了，没办法看，好吧。啊，保存期限过期，没办法看了，好难过。そばにいたいよ、君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が見あるから、いつも君に、ずっと君に笑っていて欲しくて、周りのようなマスクのその優しさを。好啦，我要来继续讲我跟韩寒拍那个韩寒间的有趣事情。就是你知道 IG 有一个很像章鱼哥的滤镜，然后我就用那个滤镜照韩寒，然后就超级像那个村民，然后就把他那个照片跟当个超神里面的村民的照片拼在一起，结果发现超级理想。然后我给成员看，他们也觉得天哪，超像。但是我们来看看怎么这段了，发出来啊！那也要他同意啊，韩寒，拜托韩寒。李彩杰是谁？李彩杰偶包超大，我觉得李家姐妹的偶包都超大。在这里开发，超好笑，看看。拜托，李家姐妹偶包都超大的，我要先问问看韩寒。陈，晚上好，你好啊，你们在那趁现在，不行，我怕他会生气，这样他就会说我们要离婚。我前一阵才跟他提出了离婚这件事，因为姐姐没有偶包。姐姐哪有？姐姐偶包超重，他们明明都偶包很重，跟我比起来，不行。因为呢，他常回一回，然后又塑胶我，然后我就很难过，就跟他，我那天就收回讯息，我跟他说再塑胶我们就离婚吧，好像已经结了一样，偶包超大。然后结果我不小心塑胶他，就超尴尬。没有啦，我还是有塑胶他的时候，他说你的，你知道吧？真的吗？我觉得栗子的偶包蛮重的。天晴或阴雨，晚安。冬冷淡，晚上。又见面了，空巴巴栗子傻眼。そばにいたいよ、君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が、
僕にあるから、ずっと君に、ずっと君に笑っていて欲しくて。懐かしくてね。そうですね、この曲はドラえもんの、まあ、OP。 我一直想整个歪不去了，我也是，我一定要搜吧，兄弟。好啊，歪不去。其实我在外面很喜欢戴着帽子，就是我不知道，很有安全感，所以我的帽T也很多，因为我喜欢戴帽子。ドラえもんって台湾でも知られてる。うんうん、很有名。Very famous。很有名。Very。みんな知ってる。子供の時から大好き。Yeah。好，我突然觉得我日文好像有一点点进步。笑死。直接讲的，没有，日文还是很烂。我想有有妹啊，有妹，有妹有妹，谢谢太郎，谢谢太郎拯救我。切记一下，你们知道 NGT 48有那个日下部前辈，日下部爱下。就是我第一次跟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我的名字叫接信达成接近，哎、欸，卡丘，对，就是这个梗，接近的梗就是怎么来的。他说接近哥，よろしく，よろしくね。啊，接近奖就是这个梗，就这样来的。接近奖，我突然好饿哦，救命！所以我最近很容易感受到饿。是因为冬天吗？杰景，谢谢你写的卡，哈哈。杰景，杰景偶像就是在旁边洗脚当那个树这样。没关系，当树也要有自己的态度。要去哪边外送？哇，我可以去拿一个吃的吗？我现在超饿，救命！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太早吃晚餐，我今天。寒假其实我都只吃一餐啦。好啊，我要出去哪吃？我超饿，救命啊！我怕我撑不了一个小时。我要去吃。嘿，大家，我去吃饭哦。不，我要拿吃的。待ってる。态度的树，曲范中，大晚安。我拿了一口凤梨酥，因为我看到外面有一个，哎、欸，你知道我刚刚差点要拿仓鼠的食物来吃、欸，就那个，我看到安安欢迎回来，安安欢迎回来，最有态度的树，拜托，没有啊。就是刚刚有一个外面有一个那个长得像食物，那我才拿。冠杰加布，谢谢日风。好，我先吃，我现在超饿，救命！谢没有，至少填饱肚子。
好饿，救命！好饿。太好笑了吧？什么东西？我在跳舞，拜托！没有在跳这首歌啊，在 Hello Akira。我的 Akira 发言刚有点好笑，然后我要截图，太好笑了。让我找找，这是好吃。耶，为什么好笑？很好笑哎，好讨厌出，看分出，不来了。君のことが好きやけん、SKT的版本。わかるよ。怎么办？我还是好饿、哦，救命！今天我在吃的很早，我晚餐吃的很早，大概六点多，六七，哎、欸，其实也不是很早，可是现在其实有点饿，因为我才吃了一克的牛排，然后两颗蛋，然后还有一个酥皮浓，其实量也蛮多的，但是因为我一天，可能因为我只吃一餐吧。六点还好吧，其实还好，但我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蛮饿，可能一点多吃点，热量不够啊。好，我知道，难怪我现在超饿。我今天本来要去打鼓，结果后来就是跟韩寒跑去吃约会了，这样。今天我水平很高，真的假的？我很赞助他，谢谢太郎，能被太郎称赞，我的日文水平高，让我有点，这应该不是在就是那个吧，就是那个，真的假的？这是实话吗？谢谢太郎，我很开心被太郎称赞日文好。因为太郎是下杠的霓虹人です。六点多去吃火锅，现在有点饱。好，我至少我从明天开始，我要一天吃两餐。我从明天开始，我不行，好贵。啊，你还啊？下杠是烘豆的，の意味です。これからもだから。して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ごく感謝の気持ち溢れる。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イエーイ。大好きです。自从入坑就强大，三天一餐。好了，两餐是我假日模式。你是说你假日吃两餐，还是说你假日只吃两餐？那种美会过渡期，你并没有罪，有罪是这世界无罪。有需要抱歉 One day will be you
你不过比你生活如果不停，让我陪你安静。Would you can really really be free? Oh, 那朵玫瑰没有荆棘。也是我比采姐好，我第一次采姐。微笑小香香，你可你可你。そして、以上。だけで誕生日おめでとう。生まれたね。そうです。三月。私の誕生日は太郎好厉害，雪白晚安，妙笔神推。大家现在对我们的队长大大在直播，也是我们 A 组的成员，我们同样都是 A 组。谢谢，谢谢大家对晚安。没有，我是说中文，没有，我是说中文，对不起，我讲错，我说太郎的是中文很好。我又白痴了 ，sorry， 我又白痴，我想说一，大一，搞混了 ，Daddy 推，大家 Daddy 推起来，对不起，但是决定这么累呀。大家一定要成为 Daisy 推哦，身为 Daisy 推的你 ，Mini 控一定要来 Daisy 唱，一定要来看 Daisy 的表演哟。我们是小雏菊们，可爱小雏菊。决定要念 Daisy 的英文推，其实我原本念 Daisy。好了，我承认我中文的确蛮烂。谢雾的玫瑰，我送你九十九朵玫瑰花，我被重新买回后的家。我爱你，我为了不用怕竞价，寂静男子汉的家，丢失我。良心这样。不然太，我本来太大声。你要醒着眼 ，to stay。我想说中文，但是大家不认识。我想说中文，大家不认识。私多分わかる。だから大丈夫です。我三十几年学日文，所以学日文。哎呀。Hello， 新晚安，欢迎回来。上帝为你关一扇门，就让你看音乐能力。你知道吗？就是我同学说我是一个十项全能的，
他说他在学校看到我，他觉得我是，可是他没有看到我其他部分，他只有看到我音乐部分，所以可能要让他失望了，超好笑。对啊，他可能还不够了解我同学嘛，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十项全能的人呢。我说哈，十项全能，谢谢你哦。他说十项全能唱歌又很好听，我想说，我看我想说，那没有人是完美的，行行例外，行行例外，行行，行行。吕靖凯，对啊，应该是吕靖凯吧，就是我在学校，因为我在学校其实都不怎么讲话，就是我是喜欢坐在旁边，然后安静，然后必要时候我在讲话，或者是就是讲一些很白痴的话的时候，或者是打开某些开关的时候，但我平常基本上都是坐着，然后我有时候讲些话，发现发表一些言论，他们就说啊、哦，很难得听到哲星发表，你很难得听到你讲这些主观意见，我说嗯，当然啊。然后同学，什么啊？就笑，在学校都点点头敷衍。我说，嗯，别讲什么，然后这首 BGM 就会响起，BGM 就会响起什么？哒哒哒哒哒，点点头敷衍，点点的敷衍。打自己打到完美线，对啊，高岭之花没有啦，我跟。因为我后来跟我们班那些同学就变熟，所以我在班就变还蛮闹，就是在他们那几个人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圈子，然后我在跟我同学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变很闹，就是很强，是啊。但是我是平常在班上，我基本上不太喜欢讲话，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讲话，其实就是我不喜欢跟没有很熟的人讲话，就是除非我跟你很熟，不然我。就是 不知道讲什么，或也是因为不想想你，大学重建人设，笑疯。对啊，他自己一开始说要当高岭直花，结果他开学两个礼拜，他交的朋友，我说你不要当高岭直花，他就说啊还是要有嘛，然后我就说我傻眼了。你老人的没有，其实我不算，我是在熟的人面前会很强。但在不熟人面前，我就是会高岭直花，落枕在里面。对啊，这很累，我才不要没腿。拜托，如果跟高岭直花，还有维持自己形象，还有交朋友，我宁愿就交朋友。那交朋友其实也还不错。学生的讨论没错，卡丘你很懂哦，卡丘很懂。为什么会说日文？你很酷。多分。小さいからアニメが好きだから、就是日本語は、日常毎日アニメが見てる。そして日本語はポン。我在讲什么？日本のアイドルが好きとアニメが好きと、日本が好きだから日本語は、大概理解，就是其实是耳濡目染吧，就是听久了就习惯，嗯，怎么办？我遇到难题，大家要不要帮我？有没有要帮我解那个翻译？就是从小就喜欢看日本的偶像，就是从小喜欢看动漫。我跟你说，《火影忍者》是我从小到大的不败动漫之一，就是《Naruto》，就是我めちゃ好きで。我在干嘛？めちゃ好きな、え、那个、漫画とアニメで。好きな、最喜欢的角色。日本語 OK OK 哦、oh, Sasuke Sasuke 有声问，最喜欢的角色是宇智波带土，宇智波就是宇智波一族，
我最喜欢的角色其实是宇智波带土，然后还有大地。哦 ，anime 的日本 idol だから日本語 OK OK。小さい好き。我先问吧。最喜欢我觉得火影忍者里面有很多就是值得学习的角色，就是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就很喜欢，很喜欢那个火影忍者这部漫画。对啊。anime が好きだからだんだんだん日本語をわかるよになってきてきたって。あー谢谢ルーキー。等一下，我跟你说我超喜欢火影忍者，可以让奈，我真的找到执行，这样我们握手会就可以来聊那个僕を連れて進め，还有那个神推武道馆，他们出的那个，还有这一部。哇，你要零次，零次哦，零次，我觉得零次死得太突然了，让我有点难过，对吧？其实零次他那么突然，我觉得很，就是你完全没有想到零次会从突然出现挡住那一剑，然后你就觉得那一次我也很喜欢你，他就突然死掉，我超难过，拜托，我那时候超错愕，然后想说 Oh my God 还要等一个礼拜，然后我快疯掉了。那时候结束的时候就宁次出来挡，然后就看到说，我内心活动，还好啊，白眼还有人会啊，仓库，可恶，我航海你没去。哦，航海王我也有看。buffer， 我现在还剩唱，来啊！博人传的时候有回去找自来也，还有那个鸣人的，那一段其实很感人，因为自来也有发现他们。对啊，神推 OP， 收紧我。迈向前不后退，都是大贼火影怎么，我跟你说我也是，我火影、啊、我要开始疯狂模式火影怎么，我没有看那么多次，可是我大概看了五六次火影怎么超，我到现在还是会去回味。我最喜欢的就是宇智波带土说的那一句，就是他说不真，就是不珍视伙伴的人连废物还不如，我是看我就啊，这种人我真的很，因为日本时间二三，好吧，拜拜，下次见，马丹呢？期待下次跟你的见面，马丹呢？拜拜，要开始疯狂，不行，我要开始疯狂模式。我跟你说，那个带土那句话，带人带土那句话。我真的看我就爱上，而且鸣人有超多名言我都超爱，有话直说，这是我的人道。这是我以前的座右铭，就是我以前会把火影忍者当成我的人生指标，我现在也是，我现在还是会把火影忍者当作我的，就是在我人生感到迷茫的时候我会回去看，然后就会对人生豁然开朗，就把我把它当成我一个人生的信念，就是人道之类的东西。决定得罪多少人？什么啦？什么得罪多少人？相信我，吃素。决定对啊，猎人其实我只有看到前面，就我只有看到他们是跑去什么竞技场之前。有他只说，对啊，我以前有，但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就是还是要圆融一点。我小时候其实母羊座这个星座本来就是一个会有话直说的星座，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还是做人要圆融，就是讲话要三思，要想到别人的感受，这样
我是看到那个指导即可，我是看到那个竞技的地方，就是他们好像要有对打的部分，是吗？好像在做小岛还是怎样，还没有找到他的爸爸，就是蛮久之前我就没有看。嗯，我只有看到奇亚家附近，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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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奇亚家附近。小西索挑战吧，小西索挑战。但我记得就是有关于奇亚家，嗯，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里就没来看，因为我是看那 anime 的频道。对啊，我就是大体的，我就是看到那个地方我就停掉，然后因为我有买少年 Jump 周刊，所以我还是会看到猎人嘛。对，然后我就想说，猎人怎么都是休刊中。就是所以对猎人没有太大的想法，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完结这样。那个带土对超帅，那句话是我小时候的那个，也是我小时候的座右铭之一，他是我放在第一个，就我很喜欢那句话。猎人不是小不是小说，拜托你们不要在那边笑死。那也太前面了，嗯，周刊，对啊，我以前都会买周刊，大家想看吗？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哎呦，我的周刊们，看最经典的，我要给你们看最经典的，这个，这是我买过最经典，这是我把它非常好的供奉在我的书桌上，因为你看 Naruto 堂堂完结，这是我把它供奉在我的书柜，就是我很好的把它放在那边，而且我是很珍惜这一本，因为这个是完结篇，所以我就是不舍不得伤害他，所以我对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然后你看，完结供奉，不是，就是我把它很完美的放在一个角落，因为我真的很珍惜这本，就是，而且它是全彩，就是最后一画。很感动哎，火影忍者，你看哦，Naruto，哇，我的妈，我真的很喜欢火影忍者，我讲到都要哭了，救命！就是堂堂完结，我真的超爱，啊，好想再继续连载，很希望看他们继续连载，可是。就是又觉得还是需要有个结局，就是不希望他们那种，其实火影忍者是我从两岁的时候开始连载，不要哭，没有，真的没有，当然不会，我怎么肯翻烂？这是我很珍惜的一本，我当然不会把它翻烂，我当然好好的翻。中文怎么说呢？色诱术，色诱之术，自来也。色诱之术，是啊，色诱术吧。你那啊，哦，后宫之术哦，我怎么记得好像是色诱什么？你看，后宫应该是很多的。做错。我要开始狂暴模式了，终于。阿斯玛，最后一集阿斯玛还有出现，看我超爱，看一下这时候多少后宫迷妹开始疯狂。我来看一下这现在这部现在这个时候连载的漫画，这时候还有暗画。我很喜欢的彩叶之一，你说找到了，你看，
就是鸣人跟佐助的那个爱心啊，很怀念，你知道吗？你看，江江，这是他们和好的时候，嘿，超感人。他就说下次吧，佐助那时候以前真的超帅，我都可以想给我，可以啊，当然可以，我不介意。看，超帅的，他说那个超帅。当年两个互相争吵小孩子，现在已经能互相分担彼此的心灵。你说，这是一种跟祈祷很相似的感情。不过在能办到这件事之前，我会继续忍耐，或者被交付这件事，那就是忍者吧。噔，啊！超喜欢。我要看，好看下一篇哦，十几只领员，十几只。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我看一下，《航海王》才，《航海王》700，这时候是766话，大家有印象吗？我看一下在讲什么，这是罗小时候的故事吗？哦，是罗小时候的故事，最近完结了，最近完结了，真的假的？然后还有阴魂，还有阴魂呢 ，Oh my god！这第几回？第500多回。好，看一下我的童年呢、啊？还有伪恋呢！天哪！排球少年，我的最爱，我也很喜欢排球少年。江江，这时候还在跟那个还有什么？境界触发者，境界触发者还有什么？我记得还有哦，对，暗杀教室，你看，这时候好像在学人技的时候，学人技，然后还有死神哇塞，啊，快完结的时候，死神。怎么可以死在这种地方啊？都是有动画，对啊，不愧是 Jump，Jump 很厉害。懐かしいな。そうですね。私も久しぶり。很久没看了，这是什么？我的英雄学员。学员感人，对啊，我有看，电影版我有看。啊，我的火影忍者。所以我这是我那个最喜欢的一集，就是一话。然后我还有火影，就是我火影忍者就是出版，就是他最后一集出的时候，然后出版，然后我就有买了，就是一个非常疯狂的粉丝，就是我出版买了一本，然后现在也是被我放在书柜里，超喜欢。我真的めちゃ好きです。看，你看我现在真的假的？其实我最近在想，我要不要回去补我的英雄学院？还有排球赛，我很多都还没看完。我昨天才把那个神推武道馆的最新一集看完。気づいたら，那部分更好看，真的吗？那我要回去看。漫画我只有看到他们开始对打的时候，就是他们有竞技场的地方。航海王我也是只有看到竞技场，我要不要回去看航海王啊？进阶卷我也在想我要不要去看。谢谢柯晚安，那我回去看吧。好，我要来念排名了，大家等一下哦。第15名是DJ One， 谢谢 DJ One， 今天从第15名开始。第14名是小 C， 谢谢小 C。第13名是春平，谢谢春平，啪啪啪啪。第12名是乌安安安，谢谢安安。第11名是子阳，谢谢子阳。第10名是 CKU， 谢谢 CKU。第9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 啪啪啪。第8名是咪嗦嗦，谢谢咪嗦嗦。第7名是
Abby Fly， 谢谢 Abby Fly。第六名是俏东，谢谢俏东。第五名是尼哥，谢谢尼哥。第四名是熊猫小雨，谢谢小雨。最后是第三名宗泽，谢谢宗泽。然后第二名坏坏，谢谢坏坏。第一名是日风，呜，谢谢你，真的很谢谢大家。再次的感谢，就是加布的事情，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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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就是从这次加布的事情上面，就是让我学到了，就是我要更加的相信自己，还有相信我的通心粉们，真的很开心，就是以你们为傲，有你们真好，能够与你们相遇真是太好了。谢谢大家。那么第三那个第二部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大家。希望第二部可以出现数字，这是下一个目标，加油！2020要爱你爱你，我爱你们，彩姐晚安，彩姐 ，Hello 彩姐，你呢？你到家了吗？反正超决心，永决心收尾第二天。对啊，我们这样，如果来我第二部的话，我们就可以两天都能见面了，不心动吗？所以呢，第二部也麻烦大家了。谢谢葵阳磊加入粉丝团，谢谢你，谢谢厉害姐的枫叶，真的我请你最好。对啊，彩姐你到家了吗？谢谢彩姐。谢谢 Miss 的口罩，好好晚安。谢谢口罩。第一部片段有点累了。谢谢彩姐宝宝，谁是宝贝？没有，他会叫我宝贝，可是我，对不对，李彩杰？笑死，李彩杰打都是打宝贝，可是我会叫他宝宝，不知道我的习惯。可是我要关掉，大家拜拜。哪有？对啊，我跟海蓝同组啊，豆皮。哦，不要讲出来，对不起，我讲出来。对不起，大家，好，拜拜，我要下播了，各位，我要下班。哦，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跟他们讲那个，我们今天去吃饭的时候的那个章鱼哥的滤镜，就那个村民的滤镜。然后呢，他们说他们想看，可是我说不行啦，李太姐应该不会想让大家看，因为太好笑。然后问李彩杰，李彩杰要不要？他如果说不要就不行。对，我们还要尊重他的偶包。嗯，对呀、啊，我要关播了。还是讨厌夏天，还是不爱认错，脾气是硬了点，是我的清楚，但我没有办法改变。你装小的排气管，想努力赚钱养你，却养成了坏习惯。我还想带你到处晃晃，到处带你玩。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心热着没有爱人、yeah、想着相机没有开灯、yeah、想着书桌没有彩灯、yeah、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A sentence without no playlist YouTube without no playlist Or a chapter without no pages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just wrong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想要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Oh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 Oh
I can do that, 你是 right now you, 你是 right now you where you at， 先把我面子放两边，榨干我就像抢劫， got that not got nothing left， 掉进去能放点汗，纠结我 I call my friends， 诉苦说了好几遍，他们叫我谢谢豆苗医用口罩，豆苗歌手终于开，痛。想到你曾经 promise me 我干掉了一只 Hennessy， I just wanna know baby why you gonna go， 我们之前太多的我舍不得放手，也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现在什么还喊什么，喊说好可以放可以来啊Be a little man，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Oh,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make a shout out. もしかして飛びてバカの人の大人の。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大家拜拜，晚安，我要下班了，再见，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我们礼拜天见，拜喽，拜拜拜拜拜，晚安。啦啦啦啦啦啦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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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期待的有两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因为我加开了第二部，所以我答应大家的爵士鼓的 cover 我一定会放出来的。那究竟是 TTV 我要 cover 哪一首歌呢？是 Only Today 还是樱花瓣，还是勇往直前，还是 TTV Festival， 还是新型病毒，是什么歌？大家可以好好期待。第二件事就是呢，我在下个月的时候会发自己写的歌，在三月初我会放自己写的歌，然后大家好好期待一下，就是关于这两件事。还有一件事就是握手会的第二部，还要请大家多多支持了，真的非常谢谢大家，谢谢我因为最喜欢同心粉们，什么推介室什么啦什么啦，不是没有没有换了，因为我觉得因为是 TP 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找跟 TP 有关的，就是这样的话比较不会感觉有点太突然，就是我觉得跟 TP 有关掉，还可以顺便推销自己团体的歌，这样子。那就是以上三件事情，大家好好的期待一下，好啦，然后握手会还要请大家多多支持。第二部，好，还有李彩杰有授权的照片，下次我会放，等我买完他的嘴巴。好啦，还有最后的一件事就是，要记得想我哦。好，大家拜拜，要记得想我，礼拜天见，拜拜。好吧，遇到李彩杰。